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小美女，也是你们的小甜心哟。现在在香港尖沙咀的大街上，公交车站旁排队等车的车来车往，人流量密集。古惑仔中尖沙咀是由太子鸿飞管的哦。古惑仔中铜锣湾由浩南哥管的哦。尖沙咀是九龙油尖旺区的一部分，位于九龙半岛的南端，是香港九龙主要的游客区和购物区哦。药房、商店、购物中心、餐厅和办公大楼车水马龙，挤满市民及旅客，是高级旅馆的集中地。香港的特色出租车几十年如一日的没有改变，质量挺好的。当然香港街头各种名车也是最多的，现在街头商店有好几家关门了，游客呢也少了很多，生意呢越来越差。